雪斑鱼片放入深红色汤底，麻辣色泽完整包覆，飘出阵阵香气。金炖鲜鱼汤作为火锅汤底，加入灯笼椒以及正宗的云南青花椒提味，还有数十种中药香料。因为制作过程繁琐，民众比较难在家自己做，因此这种特别的鱼料理也成为市场商机。那后来因为我们要搬回台湾，然后就吃不到，然后就想说就回来，我们把这道料理带回台湾，我们希望能在50%以上吧。看上家龙虾烤，不只是鱼料理火锅遍地开花，烤鱼铺上满满的大红袍四川辣椒，还有比脸大的炭烤猪肋排直接盖在烤鱼上，如果加入高汤还可以瞬间变成火锅，原汁原味一烤两吃，吃起来很软嫩也很入味，就特别是它辣度其实很够，我觉得吃起来很蛮舒服的。而且仔细看鱼骨头都已经挑起来，每一口都不需要再另外挑鱼刺，原来懒人商机，鱼料理也适用。我们现在用的是云南高山那边的鱼，所以它是没有刺也没有鳞，因为没有鳞片，对，因为我们比较怕说客人在吃的时候会觉得说，有的客人会觉得鱼刺很多会比较抗拒。一般鲜鱼清汤人人都会做，但是要吃到特别的鱼料理甚至懒得挑鱼刺不容易，业者秀出商机抢攻鱼料理市场。三选菜中教育台